马上开直播，直播之前我先教你们如何吃螃蟹。这个是蟹鳍，去掉，这个不好吃，从这里剥开。哇，这个还挺肥。这个是蟹鬃，丢掉，不能吃哦。蟹嘴去掉，然后呢，螃蟹这样掰开，哇，掰开孩子可以拿他的腿，我的黄掉了，哇，速进直播间。